县长是最好的跟回，民众有感，施政有感，而且苏院长哦，冲的行动力，决断力都非常好。我支持蔡总统哦，继续任命苏贞昌院长，那么续任跟回。那我想，台湾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点上，那我们希望内阁团队能够这个依照我们的民意的期待，能够做得更好。那就像搭捷运一样哦。不是一站一站坐啦齁，我不会像在 A21 环北站就讲 A1 站台北站的时候，